那现在开始，这个第一针是一个下针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就不管它，我只就指我的下针。接下来就碰到扭加针，扭加针要在两针中间硬挑出一针，所以呢，就是两针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个横线？没有，把这个横线挑起来，往左边的棒针放上去，记得哦，要放成这个样子。不可以放成这个样子，这样子叫做脚开开，就拍垮哈。我们爱右手一点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前脚长，就是对不对？那看起来腿比较长，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正常支下针是不是这里？啊，这样支下去不是一个大洞？你看我指甲都穿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支这里，这一次要支扭针，扭针就是支后面，支后面这个位置。好，先示范第一个给你看，织扭下针。好了之后，中间间隔四针，所以继续织四个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针完了以后，是不是又碰到一个扭针？所以两针中间，你看这里是不是就是那条横线？有没有？直接把横线挑起来，放上来。织，你可以用指甲把它推一下，推一下，这里就有空间，就是织这里，好，就是织这里。再看一次，你可以指甲推一下，就可以直接织这个位置，织下去，正常织下针。好，织好以后，间隔三针，所以三个下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又碰到一个扭针。两针中间把横线挑起来，放上去，推一下就可以向后织，织这个位置。好，我把稍微转过来一点，这样可以看到吗？在后面，啊，织这个位置。好，它完了以后又是四个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四个下针完以后，它又碰到一个扭针，所以继续两针中间是不是有横线？把它挑起来放上去，记得哦，是这样放哦，这样就错喽，这样叫做脚开开，要这样哦。然后推一下，是不是就有这个位置？你可以戳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叫扭针，就是织这里。织完以后还有三针，所以是一。二、三，好了之后又碰到一个扭加针，所以继续两针中间把横线挑起来，织后面的位置。没有，我想好，织后面的位置，织完以后还有。三针还是四针？我知道哪里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哪里。三针吧，四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扭针。对，在两针中间挑横线放上来，织后方，然后再织一个下针。这个时候，请你拿出第二个记号圈，啊，请你拿出第二个记号圈，放进来，剩下全部是下针，因为已经要织手心册，手心册只一共只有20针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现在已经织了，不了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再把剩下的。下针就织过去就好了，好，织过去，再把最后的针数织完。我的
我的这边全部下针就都织完了，就进入到第二排。第二排呢就要碰到有要放上针的了，我们就是下一堂课见咯。 OK， 好。